家，来北京参加演出的台湾著名的歌手齐豫也应邀来到了我们晚会的现场。现在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远道来的朋友。哎，你好，你好，齐豫。大家好。啊，今天来到我们综艺大观现场，为我们的观众朋友演唱一首什么歌呢？今天我想到北京来，特别要演唱一首我在11年前出的第一张唱片，可能那个时候大陆的朋友也听过，所以我唱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橄榄树》。啊，我知道了，这首歌是台湾已故女作家三毛作词的，是吗？好，朋友们，欢迎齐豫为大家演唱《橄榄树》。Hi.